害我，为所未明白，为什么你会期待做妻？相思有地主，思多如亲，一路相扶。要想，这是背叛宗门，侮辱宗师。宗门列权以私心不悔，可以多以温守中年再过。东得天下转轮痛苦的太欢，他口口声声说的好奇中文，结果伤害中文伤心的就是他。当初立夫人立宗照经，我爱做的运输强求文凭，如今反过又不得欢心，乡民无天难人恶评。已经莫做孝子，为师明白你的心意，但是事实已经发生了，国家这万马已配平。
皆造成人心浮动，告诫不安。这件代志就交由为师来处理。我曾经劝过一次，相信你这次也会将为师的话听入耳。师，现在就按你决定了，令大家两早去休息。是。这段时间，为师不断写信劝请，希望你会当回心转意。原本最反对我向空海阿舍利合璧的你，我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太执着于变化，犯了不该犯的错吗？天都好。
你对为师真心的苛刻，也无愿意不再亲身面对。敬礼，是由空海阿舍利来替你回信。你到底想我，你也想要折磨为师啊？想当初费了真大的功夫，才劝你代替为师合命。如今颠倒我你，比我更加倾心亲言。不多离散转化缘，诉多言情断相连，不平天马平阴天，罢了，生前祝福，也感恩这段热情相连，使我贴地清气退堂。弘扬万教。失去大明珠，找回初发心，这份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将专心写书弘法，全力护团发华命理，确立偏代宗室日本唯一原教的地位，破掉民间大消息，以显明各种不同的谬论。勤心法师，你今仔日哪会这么安静？明明最近法师最近有真济代志。会用伊讲啊！现在，现在，因为我现在渐渐无感觉做人真苦，顶多我感觉伊真可怜啊！本来是希望请别人代为栽培弟子，结果呢？结果煞变成亲手将栽培好的弟子送予别人，这实在是哦，哼，命运的作弄啊！但是最近并无因此被打败啊，何其的和气家族已经对着总发出邀请，每年最近要在内容大安寺宣讲法华经，而且研讨法义啊。邀请
应该是电梯才对啊。讲是烟头，明明就是辩论。这场辩论对陆总来讲非常的重要，尤其是戴安西是最近师傅新表国师的道场，意义非凡呐、啊。竟然又在这么重要的所在呀！最顶啊，最顶！应该讲你是巧，也是讲的。但是对方已经钻研过一切经，陆总必须爱合作，才有机会战胜伊呀。听起来敢那是，又搁在咧夸赞做阵啊！我敢有？明明都有。啊，你拄则毋是有讲真济天台法华的教理？啊，这真正常啊！你要甲人辩论？不免去研究对方，嘛是爱研究啊，道理呢？爱研究，爱研究。感恩祖宗代表，将来沿途发起，咱对少年一直熟悉到老，可是彼此了解对方尚多，但是也是我。该最亲吗？南佛弟子身负弘扬佛陀正法的责任，如果教界诸信对着法义拢有误解，又该如何祭坛舍人以法修行？相信大家拢有共款的认知与共识啊！慧庭法师所言甚是，
但是我正想要请假，近来贵州医疗总是有争论，何有变数？到底天台法官中在哪一点，由于内容略重呢？会官法师，你误会了。天台法官中，上不足夸有心，但是一六中他是修真者不懂的所在。哦，观本地上，现在其中的差别就在于六宗本即是学问的流派，天台成立，教团育人才，雷山重修，官吏以相待。亲历红尘，过客旧徘徊。那呢，请问学问的宗派，以教团的宗派，又有什么差别的？最大的差别，就是文生的素质啊。高团生活，亲戚在内。总无穷生胆，管理调情，功过成一半，情修可行，何免多动参？但是刘总并无严谨的教团，以严格总规，文生散入各市，环境疏林对堵，留意空档，所以是但记得最灵发书，你今日建筑奖励甲以前欠火的模样相比，有真大诶转变。但是，无论教团宗派有偌济好处，各种文生诶素质，也毋是你会当批评诶啊。若想要说服大家，你就必须提出更加明确的证据啊。朕原本是希望大师帮忙祸害六宗，想不到今麦天台宗与六宗的关系已经是演变成水火不容，
对今日开始，天大一发化中，下去小心啊！为是何色界？